事荒废，今晚十点两极连播。马一峰，我不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除了我还有谁能帮你？有一个人，他一定会帮我。母后，公主呢？一切哀家都已安排妥当。怎么是你？那你以为我是谁？我要的是马富雅，不是马湘云。富雅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劳烦您帮我通传一下太子殿下，他来的正好。从小你就抢走我所有的光彩，我跟你反目成仇才是真的。富雅，我是刘连城，你的天涯同命人，你听着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我要保护你一辈子，听到了没有，富雅？今世荒废，今晚十点两极连播。